大家好，我是甘。iQOO 6这款手机我已经连续测试了7天，今天的话我会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体验总结。和以往一样，这次我会按照五大方面对它进行一个简要的评价，分别是性能、续航、影像、外观、握感以及整个的购买推荐。首先是第一点，性能，这应该是 iQOO 6这款手机最大的卖点，也是它最为核心的竞争力。因为它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55，作为一颗去年的旗舰级 SoC，即使放在2019年来说，整个的性能表现还是相当的抢眼。安兔兔实测跑分297000多，同时经过快否的实测，和平精英游戏27分钟之内，平均帧率39帧，平均波动1帧，整个帧率和波动的情况可以说是表现也是比较的不错。和同价位其他机型采用的骁龙710对比，骁龙855的性能跑分几乎是骁龙710的一倍。因此在目前1800元这个价格区间， iQOO 6整个的性能表现可以说是顶级水平，表现非常的抢眼。第二，续航表现，这应该是 iQOO 6这款手机除开骁龙855以后的第二大卖点，因为它搭载的电池容量是4500毫安时，这在目前的手机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。之前的话我也做过它一个3小时的连续续航测试，1小时和平精英游戏耗电15%，1小时抖音耗电10%，1小时 720p 高清视频耗电7%，经过3小时高强度使用，总共耗电32%。以我测试的结果来看 ，iQOO 6满足1天8到9小时的重度使用，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因此，从续航这个方面来讲，得益于4500毫安时的大电池 ，iQOO 6整个的表现应该属于目前手机的顶级水平，非常的优异。第三，影像系统，这应该是 iQOO 6这款手机争议比较大的一点。后置虽说采用的是三摄，但主摄传感器是索尼 IMX363， 对比目前今年的主力 sensor IMX586 来说有一定的差距，因此人们对它的成像有一定的担忧。经过实测， iQOO 6上的这套相机组合对比索尼 IMX586 的确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整个的成像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，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，整个的成像其实素质还是相当的优异，不管色彩、细节以及白平衡的把控上，我认为都是比较的到位，特别是对于白平衡的掌控上，整个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，基本上能够还原整个场景的真实色温，这对于成像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当然我个人觉得它和采用索尼 MX586 的机型来说，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于夜拍， MX586 得益于更大的传感器尺寸，因此在夜拍上的优势更加的明显，比如高光的压制和宽度的表现。MX363 整体的表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平淡，整体的夜拍成像非常的一般，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个的画面比较的黑暗，然后显得非常的单调。 MX586 显得色彩的话更加的均匀，同时亮度整体的亮度更加的高，这是主观的一个展现，但这也是硬件上的绝对实力的碾压。视频拍摄能力上 1080p 30帧格式下，整个的画面稳定以及细节把控上都是比较的给力，不过和绝大多数的不带光学防抖的手机一样，在60帧下的防抖就变得非常的一般，整个抖动的抑制就变得比较的差。第四，外观及握感，从这个角度来讲 iQOO 6的表现就非常的一般。首先是全面屏型的形态，依旧采用的是2018年的设计风格水滴屏，这对于2019年很多手机都采用升降摄像头这样的方案来说，整体的不管从观感还是整体的屏占比来讲都是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它的背板采用一块纯平的玻璃，相对于目前绝大多数手机采用的弧度设计来说，整体的握持手感显得不是那么优异，同时整机裸机重量超过200克，带上原厂硅胶套的重量超过220克，因此整机实际上手的感觉是非常的厚重，对比目前一众的轻薄手机来说，这点没有任何的优势。总的来说，iQOO 6明显不是一台全能型的手机，它是一台更加侧重于游戏和性能的手机，在它自己定位的游戏和性能领域，整个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。比如在1800元这个价位，采用骁龙855，拥有45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同时拥有22.5瓦的快充，这对于整个游戏的体验来说是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的预算不多，但本身对游戏和性能要求又比较高，那么这台手机就非常的值得推荐。好，本期的 iQOO 6全面总结就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